话，如果大家喜欢打圈边，就适合用拉根狙；如果喜欢打圈里面的，就适合用连狙。拉栓狙进攻，连狙防守。拉栓狙对狙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是防守的话，人家不会跟你对狙，因为人家要跑毒。但如果你是进攻的话，人家肯定要跟你对狙。就这样吧，走了。配件什么的去抢吧。嗯，正因为是你认识的人嘛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朋友。钱真的是境界不一样，玩。Win94这种枪我都不愿意捡的，搞不成区域的枪。其实 Win94 介于拉栓狙跟连狙中间，因为它换弹快，对吧？也算是半个连狙。卡住了。